平时的时候怎么互相打气啊？然后你们俩加油。我们俩好像平时打气就比也就比赛的，那平时我们俩怼的厉害，就是在互怼之中找打气的感觉。我觉得我的成绩就是带着他们不好的，就是用成绩来就是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礼物，然后就是最大一个惊喜了。